什么呀？当然。Wanna make a bet? How many fine women I'm filling in my jet? On the regular, live like a bachelor. Gotta taste them, AKA Dracula. Every day's a brand new thing, King baby.金色古堡花园，金色古堡，嗯，哎，你休假，今天包场了是吧？包下了，今天包场了，大可以直接下走。对对对，我那你都包场了，怎么还有两个人进来？我给你们猜几个那个谜，猜中的话我们就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怎么样？洞房花烛夜，嗯嗯，猜两个地名。两个啊，对，台湾的吗？有一个台湾的，有一个是那个内地的。新色吗？对，新色是一个。哎呦，新色跳哦，新色。哎呦，内地还大陆还有一个啊，提示啊，范围缩小一点，范围缩小就太小了，太小了。Nike 的代言人，代言人，姚明，黑人。我讲了，我讲了。啊，你讲。开封。对，洞房花烛夜。哦。最后再猜一个。猜对的话，我们给你们一个球。哦。不要啦。这个。哎呦，我们现在赢很多，很简单的。哎呦。猜错的话，你们给我一个球。不行，我们现在落后啊，我们落后。那这样子啦，宪哥，我出一个题目，你们答对了。你们给我们一颗球，如果你们答错了，红队给我们一颗球。OK， 来，对开。好，那你先出，先出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先出。和尚跑光了，猜个地方。哎呦，哇，快有提示，台湾。哦，时间一分秒的过，不要压迫别人。关庙。好，关庙，答对了，来。轮到我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，来，不是，那先讲好了，因为我的条件是你们答对，你们给我一颗球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都在看，有，不要再玩这种嘴巴游戏，好不好？要再打嘴炮，你回去啊，对不对？一颗从你们那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轮到我，我讲出来，你们答对，也一颗就拉，就扯平就对了。题目很简单，四位猜一个字。一个字，题目是洞房花，方向太多了。来，讨论一下。给他们四次机会都答错。好厉害哦！接下来你们好会讲，都是想要下流东西，秒啊，也转嘛，关秒哎。那个不是，那是念书也不容易，你是突然间想到的。歌哎，歌写出来吗？不是，和尚跑光了，这题。这个字吗？大鸟，给他们丢一颗。那现在他们如果答错，是什么呢？没有，他们答错还要再给我一颗。那就两颗。如果我们答对了，再给我一颗，那就两颗了。两颗，对，一颗。等待太久了，没光嘞。没光哦。不是，因为哦，原谅我们一下，没有这个题目的方向哦，真的太多了。我随便讲，比如说，因为很多如果以意境来讲，开是不是也是洞房花烛夜？No。比如说甲两个人大腿开两个，是不是也是官方向太多？我的答案出来，如果你认为说啊，这没道理，没一定有道理。我的意思说，而且我的是一定要最好的道理。没有出来，好，没有答案，正确答案。偷窥的窥，对，为什么？穴，夫见穴。
就错一个，我们答对一个，不对两球。不行了，我的题目我是说，你们答对，你们给我们一球；你们答错，红队给我一球。我们答对好球。谢谢啊，你们说好嘞。我出一个题目，你们答对了，你们给我们一颗球。来啊！如果你们答错了，红队给我们一颗球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哎，对，来啊，对，来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周美，对啊，这个上次高小连弹他是这样，你敢控制，你敢天秤座。我真的人开玩笑，哎，我天秤座，我处女座，外座，随便坐坐了，大家进来坐了，没有让着，认真比赛的，然后快点啊，我这样子啦，既然我们玩了这个游戏，玩了，刚刚有讲说你们答出来给我们一颗球，好，我们把这句话，观众有看到吗？录都录到了，我们把它删掉，没关系，因为刚刚我们没答出来，亏你们一颗球，好不好？你们得一颗球不行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还是我来决定，哎，我来决定。你如果不同意，那两颗，算了，一颗算了啦，算了，不是算了啦。原则要是能变，就不叫原则。你先两颗给我，我来决定。不，两颗，我来决。大家往后退，来往后退，好，怎么样？尊重长辈。人就是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应该拿到两，还有他赢不了，各位，这一颗丢到湖里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帅气哟。对，这一颗抽奖。好。好 ，OK， 有魄力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味道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味道，想念你的手握着。有叫你唱吗？你要公正一点，要两颗的啊！对对对对对啊！所以目前呢，会啊，刚刚抢到一颗，所以目前比数变成傻瓜又被我骗了。好，那嘴上功夫少，接下来我们功夫喽，马上公布我们今天的关卡是什么呢？请累好累，看。闯关率先四颗放置完赛夺旗者获胜啊！大家解释一下，总共有一二三四关，第一关叫做长怪夹弹珠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呢，这样跑啊，把盘子里面的弹珠用长一直夹到指定的盘子里面，夹完就可以赶快出发下一棒喽。但是先跟各位讲一下，你们看我们后面这个湖，这个湖呢一圈是400公尺，等等呢，第一棒会先跑一圈回来。在闯关，没错，在这边闯关就对了。是的，没错。第二关呢叫做酒瓶吹乒乓，我们会拿玻璃的啤酒瓶，总共3瓶，然后呢瓶底朝上排成一列，然后上面放一颗乒乓球，那你要把乒乓球从第一个瓶底吹到第三个瓶底，中间不落下，掉下来掉了嘞，掉了就重来，一直重新吹，一直重新吹到完，做到你成功为止。那第三个叫做盘净碗中碗，就是呢我们一个很大的盆子，里面装满水，上面里面呢会放3个碗，然后会给你们乒乓球，你们必须用乒乓球弹跳的方式把球弹进3个碗里面，都要有。对，好，3个碗里面都要有一颗乒乓球，然后两球在里面无所谓，你只要把它投到3球，3个碗都有，就对了，有球就可以。哦，3个，没错。最后一关呢叫做一开罐铁塔，什么意思呢？看照片，这个呢就是一开罐铁塔，底下放一个一开罐，放一个盘子，放2个一开罐，再放一个盘子，3个一开罐。4个一开罐，1、2、3、4、5了。最上面放，现在两队都知道关卡怎么玩的话呢，就可以开始去分配棒次咯。其实我需要速度，对，第一每天在训练，是有要速度，跑回来，弹珠夹起来，这样筷子也稳嘛，也稳，双人的 OK 啊，没有吧？大家都一样，不用烦恼。弹乒乓我来，哎，好，我有练过。好，那好像是有，我把它灌，把它灌起来。对，好，我把它灌起来。谁夹弹珠稳？我蛮稳的，你稳？真的假的？那你来，你稳吗？我不稳，因为我的夹法是错的。可以，我可以夹这个，或是夹这个。我这很强。好，那你这个好了。你这个好啊。那我这个。这一个，你稳哦，夹弹珠。没有很难吧？很长哦，那筷子长哦。它那个是煮面的那一种。我不能这样子啊！大家自己把自己最强项讲出来。我是这三个强。最强项，我觉得。我是这里，不会久，我是这样。没有人就对，那就我来了。好，那总是有人跳下来啊。那就你们两个，那我这个了。好。
准备好，我们就预备。第二棒是谁？我啊！来来，准备准备，换你！来，我们回来，我们回来，是他。可以了，我们回来，我们回来。先回来，先选了啦。先回来就先选。好，有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。慢慢来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没关系，没有，小心，小心。稳着，稳着，稳着。好了，放着，放着。完了，完了。小心。来来来来来，对，用杖，用杖，好。慢慢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来，加油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加油。好。睡睡睡睡。慢慢来，至少赢两百，至少赢两百。那颗洞就是每次赢两百，先弄别颗，不要死守那一颗，不要。慢慢，不要。有啦，其实你有抓到诀窍。对，调整偏心。好。哦哦，哎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哎，你快点啦！对对。加油！加油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三敏，三敏哥的工作在哪里？我要准备。不过我跟你讲，现在，哎，你真的。我是第三吧。对，再到，已经准备。吹气球啊！来，这个过来。加油加油！慢慢来。赢很多，赢很多。越来越久一步了。漂亮漂亮漂亮，不愧是学舞蹈的。啊，哦，脸色苍白。好，来来看看，慢慢来，放轻松。要大力，要放轻松，慢慢来，真的要更慢，更慢，更慢，一个一个，啊，差一点，就唱，就唱，对，哎，有，第二个，慢慢慢，没关系，头靠近，头近，你再喘一下也没关系，等他，对，再喘一下。风好大，风有风。超上桥是最紧绷的，我很想就是那个上坡，你会很想死，太累了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现在慢慢跑就好了。好，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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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先客队一个棒次。我要加油，我要弹着你，对对不对？弹进去，类似这样。可以，有啊，对啊，可以。出发了，太难了。不会啊，不要，来，对，但是太容易失去了。别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的，这个一定要这么的容易，要这么的容易，要这么的容易。正中央，好，好，好，两边大船哦，两个，哎，正中，对对对对对，都要正中央，都正中，再来三平，不难，好，我讲三平，你就三个角落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听我说，左左上下，不不，对对对对，找到一个小短腿的身，横一点，不不不不，三个要成三角形，对对对，手扶着，手扶着，你手扶慢，你不要急，你太急了，三个，加油。好，好，再来四个，加油！那我讲四个就四平的方场，正方形，手要拿着，手扶着，手扶着，来再拿瓶子，对，四平要四，对对，手扶着，不要急哦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，不要急，你现在要的就是不急，好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，真的不急，真的很急，好，好来，好，真的很急。真的急，你先摆后面，你后面这边。好，小心小心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来，一个半回来了，开始。好，我们先跪，我们追他，追他，后面三个队。哎，不要拆木板了。好，现在主队、客队两队都是最后一棒。好，好，好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对。好，主队、客队都是最后一棒。两罐，两罐，三罐，不倒，三罐。后面要三。应该先放中间，中间重心先放，然后再放两次啦。再回来一点。好好好，五四三二一，多起多起，好，多起多起多起，耶！刚对你太大声，你有吓一跳吗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公平起见，好先赢的回来就是要保内圈，就是要运动规则。对，然后刚我们在讲，你没有听。好，组队、各队、两队一起站好。好的，虽然两队呢最后都成功的叠成了最后一关，都成功了。那么这一次还是由组队交换，这次是由组队获胜。好。
削平呢为什么跑到后面慢成那个样子？有没有？因为刚刚那个地方真的很难跑，累。小美应该减肥喽，太胖了。刚刚其实 OK 的啦，他 OK 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您输在哪里？您输在哪里？在两关呐、啊，哪两关？一关是他，总共就四关，一共败在两关，一关是你。你那个是什么？吹酒瓶乒乓球。平常呢没有在吹。因为其实这个不是我在练。昌明哥到这边的时候，他跟夏雨勋还在同时在吹。嗯。所以其实有机会反败为胜。跟到这种队长就衰，没办法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OK 的，昌明哥。哎，好不好？好。只是比较不会吹而已。好。两队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。那么这次呢，由主队获得我们的六颗决胜。You're the best. You're the best. 六颗。好的，那么拿到一个比拿到 NBA 总冠军还感动。现在目前的比数提醒大家是16-5，主队暂时领先。台中吃小吃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前往下一关喽。好。耶！现在输多少？输11颗啊！三关一局平均要4颗，而且局局不要扣，也是有可能啊。没有输的，输一场任何的机会，知道吗？小粉，你太棒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尽力了，靠真的靠体力，靠技术，我们全都有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趁胜追击，是对，趁这个气势，他打他太软弱嘛，下一关可能如果我们再捡起来的话，那直接扣，扣接不到，我们就不太累。发挥作用。